我是香港特区政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。一方有难，八方支援。今次河南暴雨洪灾非常严重，受灾的人数众多，令人痛心。我向受影响的河南同胞致以慰问。与此同时，我们见到一幕一幕，很多人互相守护生命，奋力拯救生命，令人感动的场面。血浓于水，河南加油，顶住，香港支持你。